So today, what we're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is, well, actually, Lee would like to talk to her Chinese friends about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So she's going to take you on a little tour of some things that we normally do around the house that are perfectly fine for us, but are not something that are necessarily common to Chinese culture. Lee has been here in the States now for about 12 years or so. She's learned a lot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I've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there you go. Okay. Today my lunch. Ready? Chicken Chao Fan. Smell good, look good. Egg soup, green onion, my garden, from my garden, organic. Salad, yummy, healthy. Lunch time. Okay, lunch time. Cheers. Cheers. Have a good day. Safe. Stay safe. My wife knows I like danhuatang, so danhuatang for lunch. Shishini, what are you in? You know what to say. 他说谢谢你，我的太太。 Hello, today we made chicken chow fan. This chicken, I put oil, ginger, and my garden onion, and the pepper. They smell good. First, I cook in chicken. Made the chicken done. The next one is vegetable. Then it's rice. Rice, yesterday I cooked done. Keep in the refrigerator cold. Then today I made the chao fan. Okay, this chicken. Again, the chicken. Smell good. Okay, here is vegetable, carrot, green bean, onion, corn, so all color, nutrition, a lot of vitamin, and different color, look good and yummy. Okay, vegetable is done. I blend the rice together. We cut the chicken, ready, and blend the rice, vegetable together, so. Dreams of you and me.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家的毛巾柜。这个是浴巾，这个是洗脸巾，这个是擦手还有洗澡擦脚的毛巾等等。 OK，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你分享这些东西给我们？首先我想告诉你，我们的家庭是中美合资， OK？ 先生是美国人，我来自中国。这里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我想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洗脸巾。我在国内，我们从小到大用的洗脸巾呢，几乎就是一张用到它旧啦，或者是损坏啦才换。而且呢不是经常换洗，对吧？这是一个现实的我们经历的事情。首先我想告诉你，我们的家庭是中美合资， OK？ 先生是美国人，我来自中国。这里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我想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洗脸巾。我在国内，我们从小到大用的洗脸巾呢，几乎就是一张用到它旧啦，或者是损坏啦才换。而且呢不是经常换洗，对吧？这是一个现实的我们经历的事情。但是自从我跟我先生结婚来到美国生活以后呢，我就会刚开始我就觉得很惊讶，很奇怪，为什么你一两天就要洗这个洗脸巾？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而且呢毛巾柜里面就在那个浴室里面就专门有一个柜专门装这些常用的毛巾，而且是很多，因为他们经常要换洗，这是一个。还有浴巾呢，我们也是经常换洗，几乎就是一个星期吧，大概就要洗一次。这一个呢就不是很特殊，但是呢就是说美国人的文化，他就是说比较在毛巾方面就比较特别注意的卫生，分开家人个人有个人的，不可能混用。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在国内条件也好了，也分开了，我现在几乎记不得我们小时候是怎么用的，我也记不了了。但是就这一点我特别感觉，就是说这方面他们特别讲究，特别讲究，特别注意。下面这个是毛巾大，就是中，不是很大，就是毛巾吧，就是擦手的，在卫生间里面擦手的毛巾，就这么大。这个呢除开放卫生间擦手，还有呢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每天晚上洗澡，洗澡的时候呢会放在这里。洗澡完以后呢出来以后，这是擦脚的。在国内呢不会这么使用，
还有在美国宾馆也一样的，它有不同的浴巾擦脚巾这个是美国一种文化所以我好像我回国的时候去到那个宾馆，我这么使用毛巾，我记得我姐姐就感觉她感觉很奇怪，很惊讶，就说这样非常不卫生，你这么用了，人家要用来擦身体怎么办？所以就是这种一种文化差异就是不可思议，就是说入乡随俗吧，你来到美国生活，你就有美国生活的习惯，以前在国内生活呢，又有国内生活的习惯，不是说谁好谁不好，就是一种习惯，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下面再给大家分享这个，美国人称叫做 mouthwash， 就是漱口水，消毒漱口水。我先生几乎每天用那么一两次，漱完口以后呢，他都再用这个漱口水清洗他的口腔。所以呢，口腔它像我们那种口腔溃疡啊，它是几乎没有，但是它的是牙齿是他的老毛病了。他牙齿不好，但是我跟他结婚，我们生活将近15年了，他没有任何口腔溃疡的东西。特别是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呢，我想，我们也尝试经常用，可以消毒，应该也有消毒的作用吧。只是借鉴给大家而已。超市都有的，很便宜。我先生是从来不断过的，每天都有。OK， 居家有时间，想跟大家谈谈一些我在美国生活的一些体验，一些不同的感受与大家分享。希望你喜欢。如果需要了解什么，在美国生活，你想了解在美国生活的一些情况，你可以给我留言。在 YouTube 下方可以给我留言，欢迎你在 YouTube 下方点赞留言，可以订阅，你就可以随时收到我新的节目与你分享。谢谢，祝我们宅家平安。大家好，这是我们家的邮箱。在美国，各家各户自己有一个独立的邮箱。目前疫情，宅家，这个也是一个病毒来源的隐患，所以现在我们很注意，每天打开邮箱开始就有防范措施。拿到的邮件必须要消毒好，处理好邮件一定要洗手，不需要的扔到垃圾桶。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有的人感染了，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接触到病毒，这个也是一个隐患，希望大家注意。